由林峰盛军主演的电影《鬼婴》即将上映。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90后女孩盛军，第一次挑大梁担任女主角，就要挺大肚，饰演有点精神分裂的孕妇，挑战很大。不过幸好有前辈林峰和导演黄百鸣的指导，不过听不懂粤语的盛军和导演交流的方式却着实有点独特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从他就是说话的神情之中，我就可以捕捉到他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所以我们沟通方式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对，虽然导演眼睛很小，但是导演讲话是很有眼神的。片中的林峰与盛军饰演一对新婚夫妻，而林峰现实中的女友吴千语却成为了盛军的妹妹，林峰的小姨子。姐妹俩戏中狠心对林峰大打出手，上演全武行，让他很受伤。一场戏挺恐怖的，就是我拿刀要去。再去刺他，对，那我觉得恐怖。徐子珊在电影中饰演林峰的婚外情情人，两人大搞暧昧，更有水下激情戏。虽然拍出来效果浪漫，但过程却让两人很痛苦。我一样在水中跳舞，然后有、也有跟他接吻的戏。在水中其实蛮困难的，蛮困难的。